被你念了。我让你永远都记住我。我怎么觉得实际上你内心还挺喜欢的，你为啥让人家为啥让人家永远都记住你呢？我咋说呢，就是我要不能给他留下最好的印象，我就给他留下最不好的印象。这兄弟真狠呐、啊！人都说一个男人真正的狠，就是伤透一个女人的心，是吗？伤不伤透也不是我媳妇儿。不是你，你亮着他的灯，你争取争取还有可能呢，怎么就为啥就灭他灯呢？我这个人比较有性格，人家喜欢我就不喜欢。没事，我尊重你。他这么说完了之后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好，来看第一个短片。秋月酒酿新